哦，对，这是仓库嘛，哈、哦。这是我。仓库 ，yes，OK，、okay, 小仓储间，然后厨房。嗯，厨房，然后后面阳台。OK， 好。哦，东西多，真的。嗯，做民宿就是这样。 哎，那用炒几块贝不对。比较喜气洋洋的，让大家来，各位观众来观赏。好哦。啊，可以。那我要先祝你圣诞节快乐。啊啊啊！谢谢你，也祝你圣诞节，快乐。好，我们也祝前面的观众呢、圣诞节快乐。啊，我们也祝各位观众大家圣诞节都过得很美满快乐。干杯！好。